啊你啊人啊，今年本人看他个按本意，今本意天忙工，按住来做按美丽咯。四点半嘞哦。哎呦，四点半你看。哎呦，还要开收菜你嘛，要认真看嘛。苗栗文创庙，哎呦，你啦吼，按大座哦，按大座，可庙太门就蛮开。啊，唔过咯，俺哋咧鹦鹉下个全新的一季啊，很多五合花。几时贵嘅鹦鹉下，我来学五合花，嘛个系五合花咯，就系下个花地杯当贴片，当专门嘅用法，一来用繁衍，七只繁过来，是冇穷用哦。佮早期农业沙地老祖公发明嘅贴片嘅讲法啦，一撒下来吼，就要下家嘅前臂哦，带啲海菌一丝一丝嘅粘进来哟。一个五合花咧，一个海菌啊，就吃菜冇办法嘅，冇办法，我就必须要抢到。瑞爸，做得，你讲咩？五合花哦，五合花搞搞我要退家，哎，你又要退家？哎，也冇诶，我上去看咯，我要讲物嘅哦，冇一样。嗯，我讲一句。唔来接一支，你接唔起来，排泄，跳牛肚子的。先讲系跳起嚟哟，当然全家。我走唔得咯，天寒忙工啊，就来喝五合花咧。我一听我认真，你不认真？我当然认真。好，那阿娘都躺喺床来呀。耶耶耶耶，琼树米当一干别。亮亮亮亮，亮子请家。大把走！哎呦，暗讲哦，三三三三，托西面三，万担三。哎，嘻嘻嘻嘻，两事情噶，大丢西。哎呦，啊！哎呦，海军给客家发射的吼，地面前两季要加强训练的，功力增加动作，老李爸对话都冇问题啦。海军啊！今日出任务，我照样好好保持下去哟。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七八班呢？暖是不是？哦，讲哦，讲哦，做得了，做得，做得。对吧？安阳本地种下地位多，冇想过安阳同哥。同哥。唔可以扣人钱。啊，可以带我落去学。我去以前，俺来先来文创庙呀，拜拜。好，拜本爱孙师哥管。也咩位太忙，行忙快，冇想过，哎，生意千重要，哎，来用书，阿定来拜哦，哎，用做做的，好冇？来，请啦！哎，先前嘅烟雾下，系要开卷楼来边比赛，来边完成烟雾，后背讲客家话，就做得楼通告比带转移，一拜是冇穷用了。主持人海军，我来冲山关咯！韩哥哦，我好多白鸡只听嘅五合花，上山过关咯！希望海军本见本嘅主持比啊，我本你把带走咧！哎，海军啊，我同你带过呀，到我所在，要那么所在你嘛？菜市场。哎，唔错，南庙市场。南庙市场，亲友俩系咪？所有嘅建筑物，唔是看过嘛？亲友的事，当然有的事，因为啊，所有。东南西北所有的狗也种下地啊，外面出些都有啊。哎呦，哦，这也有历史的哟。当然有历史的啊，要咩青苔公公啊。那我想等我来介绍来谈嘛。哦，我青苔来介绍，青苔四十年以上啊。冇四十年唔介绍。冇介绍喂。讲好我冇四十年唔介绍喂哦。来，安先你入嚟看。你来一，你都 go。南庙市场已经有六十六年嘅历史咧，因为夹嘅地理位置系天庙里嘅东昂，唔管系神仙还是海鲜嘅庙里人，都会来到一片特富多神里。韩国五合法平常爱对日常生活当中来启摩，古所体坛就对将军五十年嘅老祖店开始了。转转转转转转，介绍呀，头家娘喊我阿阿哈子。好，今日来同介绍一下，做卖猪肉的，亲手亲手的，比其他多些。一样一多些呀。哎，欢迎看啦，看一下几多些个。哦，一样。哎呀，哦。哎呀，实在唔会讲。哎，哎，望哦，一些些也唔会些，摸一摸，哦，些摸一就摸。要给，要给猪肉点。哎，要猪肉点来弄些的。嗯。唔看一下猪，要那么地嘛？要给。台耶，妈爱台耶，爱台，也就是会同我讲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同靠说？哦，无说，无说，无说，也无说。来，请侬个，有了嘛？我都准备，
那你连枕边安排？哎呀，因为今晚是我用表安床，所以没办法枕边卡床。量身定做的。哎，当然量身定，还有不？还有呀。枕边。有啊，个枕边，青菜刚刚爱枕边，枕边唔会插自己盾头，盾头枕边，冇得盾头枕边，因为切猪肉有入羊的。剁骨头，猪骨头做，对啊，剁骨头。猪骨头会做诶。猪骨头，剁下剁下咯。哎。应该唔会剁坏。唔会插，唔会插。哇！一下真见董少看到安床同嘅情样嘅啦，坦头人讲，唔一看到苏玉嘅公气吼，都会对五十年前佢点用到几呢哟，真见动摇啲事啦，你爸，诶，真见冇简单啦，杀下来许愿就连动上床了，一下爱今日主题，好好来学五下法，就对清简单嘅五花肉开始吃看啦。要我那么介绍，拜托，唔准见当中爱三岁生人的天黑咩？一个马人我看唔出来，一种都三寸肉。哟，但是哎，以前哎呀就讲哎哦，他冇得讲三寸，哎呀就都有讲，哎呦买到一班皮夹。哦，有。有冇有冇？我弄班亲做的时间，亲做的时间，班皮夹。哎，另外一组师傅发的哦。啊，但是因为你讲三寸肉，好，算。算唔错，算唔错啦，都得话，阿东介绍一下哦。要都讲啊，咩拢要讲咧，要皮啊，皮啊，好嘛，因为要到有板皮讲咧，好嘛。所以讲要都板皮讲，乜嘢都讲，我讲酱油分三种。哟，哪三种？哎，脆、暗强。哦，新鲜。跟玉掌强。强。硬，我都嘛暗强。所以要做工艺，硬嘅就强。你做讲那种讲，讲亚族哦，你那讲嘿啊，谁来跟你讲？所以讲要讲猪肉哦，讲猪肉，聊天皮毛就好多讲出来哦。雷爸，那一只酱嘿，你还没想要考一下海军，看佮要注意汤冇？你爱滴个啦，也是陷阱吼。雷爸，牛啊！我别讲话，你就想要骗来主持费，你广东话冇发现咩？牛哥，你那讲好不好？你那讲也可以讲好不好？哦，唔错。你用我讲话一讲，同老一猪肉全下比嘞。啊，你来会错啊？你叫一次讲话系猪肉。冇，我要讲来个。也可以好啊，敢讲，也可以讲，系抢菜的讲，哦，蔬菜的漂亮哈。哎呀，该讲了，他就阿生会安家。哎呀嘞，要该讲养牙一讲，煮肉一讲。哦，哎呦，错了，哎，该讲错。算过关，算过关。海军萌萌的哟，实在有那强啦。底下假发底部形容漂亮，虽然突然都强要去讲，不过对手冇强要，用的是没就冇强要了。海军呐，准备接招了，也是老娘的主持费有关系哦。加油啦！要弄嘛个肉？要那猪头。猪头肉底背有当多东西，知道吗？有嘛个？有嘛个东西？有木竹。木竹啊！哦。哎，还记得以前唔系讲竹木竹哦，我攞竹木去。就竹木去。哎，注意下人讲嘅竹木竹。哦。对嘛？竹木竹啊！哎呦，了解啦。哦，靠呀，第一面呀，第二看难。咩？酸。你爸啊，感觉怪不自在嘞，怪不习惯嘞。不习惯。以前吼，拢爱来提个靠骗人嘞，结婚哎，真认可。哎，冇办法。哎，错啊，哎，唔错噶。哎，唔主动哎，老人家，所以讲靠人家，客家老实巴对啊。对，较简单，阿下呀对啊，其他都会卖猪肉的啦。莫讲竹木切，莫讲。呀，猪头肉几块？阿牛妈啊。呀，猪头好，做的滚烫耶。滚烫。滚烫。猪头是高汤。猪头皮做得捞，做得杀盘的哦，做得捞杀盘猪头呀的。还有呢？还有猪脑，第二猪脑。啊，生脑不脑。呀。哎呦。哎，大家唔在名啊？呀嘛个。牛奶呢？猪山嘛。哎，还记得以前咩来讲？唔识啊，慢慢的变转来看。猪力。很多助理哦，唔咩做三毛哦，做三毛嘿，一下讲诶，也个跳板人讲个师傅巴啦吼，啊，出毛很多助理，做三毛就做三毛，怪奇怪嘞，啊哈，唔对冇，唔对冇，唔对，卖猪肉个人对冇，我都唔对，怪得嘞，啊，卖猪肉个唔对，刚刚，对，做毛唔讲做三毛，三毛会杀体咩？哦。
嘛该东西做实的，唔爱想用实枪枪，用我有穿的，用我做的咯，我有底线呐，错唔到。所以爹讲，我讲做啥嘛，一下子难事。当爹讲做啥嘛，以前咧，你咪较初中。初中讲话也都，我有课堂的话，做拢有理有理顺，嗯，你，好你嘛，你，哦，阿你，阿你，诸事吉利，哎，穿嘛，对啦，阿用双语就没有过关，有过关啦，有过关，但是还有一方一天都闷咧，清简单，啊，清简单，你要选一个，哎，先给你摸下，你摸下，来来两下，两下，两下，对对对对。除了也作风，主要也正表面红的啦，主要用啦，真诚用啦，也有诶无诶，爱讲个清简单，主诶老乖。也提过个东西嘛，血管里面的。哎，好了吗？主下。错。爱家都有讲的，以前咧也较重视讲话，我有实力，所以重的讲。香烛，香烛啦哈。香烛干啥？冲啊冲香哦。哎，人家香烛啊。香烛啊。但是也竹筒加竹木重要。哦。也烧开竹的竹。啊，上个按钮烧筒啊，烧开竹。哦，冇。嘛，说竹的天嘞，好冇？哦。哦，啊，竹严重的竹啦。哦，竹严重。夹起竹，我弄嘛，我竹筒的竹啦。哦，竹筒啊。哎，竹筒，周公啊，好拜。搞清楚了。我有实力，所以重的讲。哦。见。重的讲呀，给。懂的。我讲嘛，你嘛。你去到祖王哎。祖，超过祖王的呀。不会检查，不会检查，你讲祖王的哎呀。超嘛吼。不过，我做的本科。祖王。哎，因为呀，卖猪肉做生意哦，哎，本他卖料几广，哦，要哪一条，哪一条会煮。店哦，开卖主要天老师，清风他个就会煮，他个就会。就冲来冲冲过样诶。冲米粉。冲来能做节目用诶，一半个导演的，爱做节目做米粉，爱冲诶，哦，所以讲诶，煮汤也冲。冲啦吼。一般来讲，以前咧讲，咧讲煮。煮粉。诶，好，爱用酸。有没有 pass？ 诶，答错未？答错未？你看阿霞生意好啊。你看嘛。主妇，主妇，大做量店，人一生做到暗多呀，忙标书。啊哈，看见我啊？你昨天做多几呐？来哦，我问你哦，三点啊，煮的来多，开始煮爱分批好了，大约爱分好了。嗯，看来也叫点十一点人啊，你啊？十一点人啊？你要弄嘛？看你嘛？冻猪鞭呢？哎呦，青菜讲好卖，没人用讲肉丝块都卖那个。班主班下面其他有时间 PM， 前面开了了有班了，哎呀没有，我们一块做啊，班主班安，班主班安，哎，前面还有你呢，你三点半叫我磨下你啊，哎呦，你要哪样简单嘞？他清辛苦呢，在当然的呀。恭喜海哥好多次听的三季五下巴顺利过关，大家记得去买重要的时间要多用注目器助力。厨房诶，也去厨房哦。哎呦，哎，海杂地所又去一间五星级的老店面呢，卖的是客家人称号的卤咸菜、咸瓜诶。夜馆又卖好多物件，神奇的五下饭哦。哎，怎么称呼？哎，香烛，香烛啦哈。香烛干啥？冲啊，冲香哦。哎，人家像竹啊，像竹啊，但是人家竹筒加竹木，有没有？哦，人家烧开竹的竹。买个东西啊，我上个按钮烧讲啊烧开竹，嘛说竹的天嘞，好冇？哦，我竹严重的竹啦，竹严重，夹个竹我弄嘛，我竹筒的竹啦，竹筒啊，哎，竹筒，周公啊，搞清楚了啦，哦，原来要个客家话啊，竹跟竹吼，客家话一样哦，差唔多，差唔多啦，来，笨笨，来，笨笨，你了解啊，强错的。强错系咪？唔可以解释一下，对一片路一个系乜嘅错？一个用唔错，系佢识乜嘅啦？识西凤嘅凤霞。啊，一个喏，看伊就当然错咧。下公脚。啊，下公嘅脚。下公脚系咩？一个讲下。对，下公脚，一个太平咧。一出凉啊！对，主要按照啲顺序一种嘅，那边叫点面。叫点面。嗯。屁都差唔多咧。冇呀，冇中。系嘛？冇冇中央冇。牙屁股同牙屁股冇中央。牙屁股卡睇住。
哦，所以啊，这两个。罗定波，可是排骨。是凉的啦，哎呀，安尼好。但是你那底呢？嗯。苗栗哦，苗栗有真出名的哦，喏，泡菜啦，哎呀。泡菜的。做嘛该会他们泡菜啊？因为伊本身啊哈，从年来时节啦哈，有一点多泡，无多泡就坏脱。哦。因为要泡菜，接落去干的方地方，地方要有空气，故说叫多头泡。嗯。空气比较好，其实唔会坏。实际嘅我都泡菜喎，冇啊样事啊。也青菜也。也是诶嘛，还是你嘛？泡菜是诶嘛，是你嘛？我都泡。泡诶，也讲我都泡菜，但是诶那家伙我都因为佮多头泡。泡落去。所以讲泡菜，嗰度系客家语，嗰度讲泡菜。对。啊，看到安多粗气吼，一只钓安多嘛。诶，有安多嘛东西。特别是可以切切啊切腰的，剪乱，还可以爆菜爆瓣。菜爆瓣要的。菜爆啊！客家菜爆要爆一个钟啊！方言的，有名的菜爆瓣呢。要唔讲系苗栗咩人讲哦？系的，安多。竹笼饭，好嘛？竹笼饭，因为个包起来就像伊个竹笼诶，较早人做煮诶个竹笼诶，哎呀，你吧，简单讲就是竹笼饭，来，爱本团一样，有那么个你吧？也讲到萝卜干，萝卜干唔会差，错冇？但是我都不了解，做咩呀？萝卜干要带皮？男士 shopping， 嘛个男士，男士你都讲男士吧，唔咩啊样？感冒了。伊路边的鬼条要时节啦哈，要刮皮，安尼生意就会较差。嗯，但是要皮泡的话，伊就嫩嫩就唔磨色，常常都刮皮才会差的。好切，对，又嫩，对，哎呀，生意了，生意刮刮粉啊。哦，难怪米巴士到路边讲安尼咔咔咔刮刮。对，要刮皮，磨皮的话就安尼绵绵的感觉。当然，唔爱磨皮的啦，唔咩人男士啦，哎呀。唔识夹难食啦，卖嘢难食。还有咩东西？有啊，一个东西。哦，卤。讨厌嗰一买嘅东西。你先看。一个东西哈，我先用看下咧，好冇？再用批下咧。嗯。乜嘅？很多蜜饯。蜜饯好冇？没蜜饯啦，你这个天天变多到来吧。萝卜钱啊。哎呀。也好塞。而且它又是切的一片一片，有没有？有点像蜜饯，真的很像蜜饯，而且这家甜甜，你试看看。你这搞多少？这个蜜饯，对，食材按样是一样，不会坏事的。老太浅，对，从浅用的啊。呀哈，你晒的时节啦哈，通常是扒皮安尼晒的哈，晒到一皮皮哈。错，晒早了的时节，煮猪肉汤，煮排骨汤就做得。恭喜海军在主台子一片成功获得指定的一支五合法萝卜钱，做哪个很多钱呢？是因为削做泡泡的给萝卜的呀，是你这老员工的穷哟，故说选做萝卜钱了。哎，讲到客家人识萝卜的，这件是重要学问的哟。三下路一谈下，买嘢就给萝卜板，虽然无牺牲人家的事，不过知道单位知名就会收几记，因为只要一开店嘛，无到一点钟就卖。香香的啦，海军你吧，日日老观众感天下，岂咩正义要按好事啦？来，可以了，请你开呢吼。哎呀，苗岭可能萝卜干、萝卜钱、萝卜，萝卜丝，我十下都按多。哎，那个苗岭还有一个清出名的嘛，还是啊？还有乜嘅啊？唔像高伢隔壁计十四下子。好，我请教一下我的那苗栗吼，除了耶，哎，但那有名的条都讲的耶，还有嘛个东西呀？萝卜板。呀，萝卜板同意办的萝卜板应该不重要啊。你还做萝卜板啊？好，重要哈。嗯。具体我用蒸馏水蒸呢。蒸馏水。蒸馏水哈。建议呢，你啊有调动，哎，先尝试个发明一台机器。哦。先尝试看天数，哎，又发明一台机器滚咯。加的呀，因为萝卜板的东西从萝卜的也来用啊搅哦，不搅必有，做唔得空板的从萝卜的也如果有空气，有空气都要有点一点一点的有空啊，有调到就会有调，有调到就会浮。哦，好，了解。海军啊，你玩死晒，老多一个礼拜，老条狗用啲大嘴骨，无人发现条蛇起毛，本来啥都会好。哎，娘哎呀，你失去了，还没懂好事，还没懂冇重要啦。呀，不要呀，黑毛，不要是香香哎，那就冇事多呢。
吃龙虾了，龙虾蛮冻起。你是越来越来。冻起。就冻起。哎，有十八安尼，辣辣，甜甜辣辣。好。哎，也许种甜，唔要像用冰糖哦。咩？即种甜，我都自然的甜。嗯。有料料，哎，龙虾面冻出来。嗯。哇，呛呛的。贵爱纯米一种。纯米粥哎。纯米粥。用来腌面呢？用来腌面。用菜来面。啊，唔多一块四十，人安尼内巴就讲，伊无牺牲人的东西，伊就唔敢来介绍你嘛。啊，外地国唔养医生养天的吼，哎，我讲也无见。哎呀，按照你个。哎，讲我庙里唔是讲要吹到，吹到要管咧，你动是动到。哎，你咩阿妈来无见得你嘛？管管难过，管管过啊。呀，佮又还要管啊？但是又还要管了过哦，记住了，你看哦，你看脚卡看哦，看耳朵在痒诶，痒诶，来做呀。海军记得人家主持费吼，也哈抢拿到4%，抢一半啦。也关个字听无效法，宣传有一支。不过上爱学徒吼，就去调解用脚步卡听书，看看那一件南庙市场无人唔敌个老皮板，都带有几厉害耶。都带是用样来做，你搞下得啊？哎呀，我好奇哦。呀，天水质爱好些，水质爱好些，水质，哎呀，水当甜。哎，大哥，请的，呀呀呀，嘿，真的，哦，安甜哦，好像个安美容，哎，温水，哎，它磨砂块质，磨砂块质，哦，我说你拿来做萝卜板，嗯，哈，一方面给水质好，一方面。哎，自家研究的萝卜板，哈，不管是香菇嘛，个哈，或者萝卜嘞，哈，按照健康伙食嘞，哈，你做好伊，我爱按你调，调无拉力，哈，啊，先生看来都爱辛苦，我说记住自家发明一台仪器。你吃饱没，小华？啊，我快吐过啦。没撩一下。我撩一下。我说你来。当然来算了。没。介绍榻榻米。榻榻米爱做滴个啦，榻榻米就系日本的自家啦，嘿。平常看来都爱辛苦，我说记住自家发明一台仪器，记住先用炉旁半墙边啊去搅哈。个天啊，伊安尼一抓一块落去，个水都要结结半浆，都要结上来。已经几下当多摆四年嘛，都结要规天来，全部半浆失败阿仁志讲吼，这家当好主菜，尤其是咸味传承的手艺吼，萝卜板，伊退休过后就做兴起的，拿到南门市场来卖，没想到啊，哇，卖到滚滚滚啦！唔过啊，青下不用给阿总哥吼，看到阿仁志安辛苦，就发起的这家对机械方面的专长，特别做出一条机器，帮阿仁志做萝卜板行开生意，真爱无敌呀、啊！哎呀，仁志，你看嘛。我地都好有空诶啦，没也是，真紧诶，也是真好当来动诶啊，吓。我没有啊，也忙真做好边空气管那些，一定爱真按太浓哈，太难受。不说我心脏在外发明哈，中间边伊个空气管不时候啊，伊就全部边空气管，但是中间旁边不说，中间无安讲说，不说我心脏给自家当发明。中间又要表现来空气管，空气管是唔单止讲空气管的呢，伊还要排水，排水哦，整好个螺丝板，掌握安尼点点均匀，嘿，均匀。就去研究后生，怎么爱用心研究啊！发明按照机器给阿忠哥也两公婆做个萝卜板，真是动听哦！阿忠哥，我来分享一下，你用的来改良传统的机器啦。海军，要注意点位哦，下一关爱好的无下法，手提地包哟。以前没用阿用的啊？没用阿忠吗？没用阿忠诶，你以前用嘛的嘛？俺弟哦，用嘛的啊？用做个做个啊。唔讲做个，做安尼一级一级安尼还有。咩啊？做个做个呀，要侬嘛干的嘛？整容啊！哎呀，看懂了，很天使的哦，在做事。见面唔晓得讲，晓得讲，因为佮讲个下巴哦，有了了贵了高呀。哦。了，侬先开发，就将花又变啊种。以前的路是的下巴，你讲嘛？整容。
创啊，就是我哋农场。啊，农场啊！农场。我咪很细汉的糖的，人都爱糖到见系糖唔出嘅啦。嘿，冇事。见到喺农场。咩棉床哦？唔系，喺农场。啊，棉床啊啲，一个农场。嘿啦。咩棉床啊？嘿啦。哎呦，又系要啊！整班的种田，下晡还有一地用竹嘅可以变过嘅，你睇下我啦嘛。平的，马该平的，青菜公，来，安全区放个板盘，马该板盘，你们我想看来搞你，板料 A， 我那板料，哎呦爹哈，给你们二十年、四十年让有材料高级哦，但是给你们这边。你要办你做的什么？哎，办我有点意见哦，讲办了，哎，多一点 A， 一个 A 是哪个意思啊？要我那买，普通一般客家人讲，我那花泥啦。哦，你去哪呢？你做嘛呢？暗号是有。哎，暗号是咯，同样我那拉面，我那加葱泥啦。所以要讲办了哎。来，讲一篇来听。看台上的喂，高峰要就谈，喉咙里面好啊，好不好？做客家人是咯，好，喉咙啊，半了 A 啊，啊半了 A， 半了 A， 啊半了 A， 哎，喉咙疼，哎，坐嘞，你要痛哥。哎呦，恭喜好多次天嘅五合法了，不过系咪当上的是安云志前头嘅老皮板啦？你说之前吼，安云志啊，我本太家了解，所以得老皮板真系去当大工呢，唔系按简单的哟。鬼无头嘅老皮屎！哎呦，拜托，你好多客家人系先话，又唔会唱啦。以前人讲咩？客家真正的客家，按到老皮墙。老皮墙嘛，你冇安全健康有影响冇呀？老皮墙，哎，阿是讲当奇怪吼，唔像阿人说，说到哪样事，那说到速度牛呢哈。咪就要个说哈，头摆就用一种说，哦，一个简单啊，个简单，哎，速度牛呢啊，好呢，哦，要说到哪样事，佮做安多安太量多会得位啊，哎呀，你看阿人说安辛苦，佮就买一台机器来说。不过有时间来改良。哦，一台机器原本就有人做啦，哎呀，伢都共产党拿来改良。一个机器哦，我讲到一个迄空洞式。空冰冰冻式，伢是得很聪明，唔会长歪，是得冰冻式，唔会长。冰冻式的呀，系咪？嘿。那以前像还用古我那怎样讲？烤师傅啦，烤。烤了配料吗？你还用烤师傅啦？我那要了嘛。撸啊！那个算老皮墙，可有样啊？冇呀？用算咯。啊！一袋用多买呀？呀呀呀！袋用多买，快点的要。挨做，挨做你冇牙骨挨底啦。冇牙骨。他安远志讲，做老皮板对铁铺嘅刷洗，冇面墙都炒老皮洗，搅拌搅，诶，起面呀，就可以整熟。但下一笼啊，就会对大灶做到下煮，下边一按步，第二量特别硬。哎，两公婆吼，实际过年期间比到爱干天蛋哦，三日三夜磨碎磨呢，做到速度发炎的，真是很辛苦哦。好，我唔是看到你吃饭咧，脑冲来都要做起。空下了，空下了。要冰下来，好。咩？冲来做嘢用嚟啦！七八十岁啊，吓安尼，啊，徛嘴徛骨来嘅，系拿一个刀诶，我吓死你！嘿，包先啊，呀，多大有做麻用诶？啊，这个是在专门切这个萝卜糕，你看，这样切下来，你看，这样就切，你看，就这样切，切起来它才会规骨，还有角度，对，宽度、角度都很好。你先讲话嘛？可以，哈，哈，可以。是可能系咱提供多大？后是多耐的喂，好，可以，打，阿勇都会滴耶哈，阿勇哦，对哈，看到嘛，他一下，阿勇我老人家先来试一下，冇，哥，还可以吃到八十岁啊，哈，来先跟吃看啦，哈，唔讲诶嘛个意思，唔讲啊，去咬牙齿，哎呀，吃看那是几个牙齿冻贵，咩，来先跟吃，咩，冇阿勇啦。不一心的不如好吃吗黑莓有一种说不出的特别
落栽啊，提炼要开花，要桥要田，罗天庙洞。你讲咧，选起来咧，你吃吃个面食，我那个口感，我一口再接。唔看呐，一两个哦，唱到安呢，万象都得上上到，一路陪伴有几好色嘞，还见真见到有色路，又好色又好喝，恭喜啦！这一关好多知名的客家花饭料诶，唱到痴迷一关，还见加油哦！下一站我来到台湾，你把要带人去吃麦街，吃过四十面的老店面咯。养阿龙介绍唔识嘞哦。没事的，你们是吃饱吗？小华，啊，我够多了。哎，吃饱了。我们四天无饭，好吗？没，我们四天无饭。没，我聊一下。我聊一下。我睡不回。我等下来睡了。没，接受榻榻米。榻榻米我就知的啦，榻榻米就是你放的是假啦，嘿，来。好嘞，我们上班的。上班。原来是要请做榻榻米的老师傅哦，还有唐公一间苏公的榻榻米店吼，天庙的抢存到一间天天哦，条家对十九岁开业多紧啊，已经有54年嘞。还有条家阿忠哥啊，当接去当天天台来搞客花哦，海军我认真好个，难得采访到就会失传的老行业，我好好记录下来哟。教我来一下好不好？好的啊，吼，是国。各个米所做诶哦，伊做粗车，伊做车带，哦，各个各啥做诶吼，希望来了那张成品，上边咯一两榻榻米，像咧车带吼，咧做一扇做，咧带下今年又加咧样诶，哦，加了一千啦，以前冇。以前磨哦，你啊磨干啦，要八点。哦，加磨干，总共有七层，压缩落去啊，变到春切，这个厚度啊，哦，有一点差寸啦，没，阿忠哥，慢，阿忠哥，我行啦，我去考试，我扣价钱，我扣贵一嚟，扣冇翻工嘅，我行我去考试，佢唔晓得，我都去扣钱，我女啊，佢当贵呢啊，哎呦呦，扣到位钱赚啦，吓，哎，冇，你讲买个东西冇讲，唔知啊，天天嚟看。阿忠哥，不老题目都讲呛呛的啦，还忙都考试时间呢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先来烧鸡，做榻榻米给空气好嘞。一条宝贝吼，是个头家对开店就用到钱的哦。你啊多的哦，那榻榻米多了。专门来切榻榻米的。嘿嘿，你啊多的吼，系全钢啦。钢啊。钢啦。哦。啊，伊钢下个全钢啦。全钢哦。伊一般来吼，伊一啲动哦吼，伊一层的钢，一损开我保贴咯，真唔可以平贴啦。哦，平贴啦。伊一挪哦，伊会印出啦。哦。加钢水啊，会印出来。所以一挪先安太机啊。那有可能一个刀诶，安太机，我做啊都比安设计诶。啊，你安尼切来去，要当锅诶，一个物个东西啊。诶，粗切。粗切，啊，一个物个咯。啊，要你输过呢。冇，我俾佢。熟过呢啦，一万几。呀，一万几东西。一、二、三。那有可能一个图诶，按太极，我做啊都比按设计诶。因为佮我讲以前国内搞做榻榻米噶，又做卧带。我带都做家地位，膝头嘛噶要个膝头啊，踢蛋系嘛噶门人改变，都系教，啱啱同意，前面呀，同佢拿到，切，快啲咧，切刀啊，可唔可以切刀踢蛋啊，朋友啊？别踢，还有咧？还有切菜，还有做炒嘅啊，啊切菜别踢，叫阿娘啊，按做嚟做冇，做唔得啦。咁咪做阿娘嚟教你，爱做啊，我，爱挪啦，挪咧，黄都挪啊，挪，爱加盐挪。我爱讲错噶，因为一般多的吼，老百个钱出到一点的东西，所以多的一天要上路，对吧？但是讲到呢，讲到地动王啊，所以唔顺口一天多，因为讲较厉害，较唔会吞食，对嘛？同样老的，但是较唔会吞食，我爱讲。对对，哦，你讲无的吼，你多都不得便宜。哎啦，唔知要了嘛？系你个，我拢边讲。
冰缸，冲啊冲，来缸啊冲，这哎呦缸哈，你多常用的，吹倒没重要。哎呐，那么缸哈，我是用的，就得铁，就是变铁的，哎啦，又得铁工。哎，你哈，你不用做啊，做到按细节都很用的，个鲜的，个马个都做的。是啊，系变成一几下子要哦，你有板索，唔好有到有叫屁股咩？咩啊？我俾讲咩？我俾讲咩？你板索咧，唔做买板索去做买，板下咸嘅，板下咸。看到一条啦吼，一条啦吼。我等一两一片十分块。好啦好啦，加进来哦。切吼切分块。加进来哦。哎呀呀，阿古磨到成磨损咧，好难咩哦？哎呀哎呀。海卷啊，前面上次爱学嘅五合花，出啲条架爱做榻榻米嘅高层地铺哟，唔使好好躺，好好看。摩天楚呀，阿仲高啊，家冇声音，做乜留答案讲出来，唔做蠢到你，唔是咁被挑衅你啦。咩阿仲高，唔系苏谦的呀嘛个意思哦？呀，拆出拆。我见我做呢度拆嘅啊。一拆三寸烟，一拆三寸烟。咩？阿爸。做几号？唔見啊！做幾好啊？做幾好啦，係啊！哦，啊唔啱你切了去，一當果嘅一個一個乜嘅東西啊？粗切，粗切，哎呀，佢乜嘅咯？啊，有咩樹棍呢？冇，我俾佢。樹棍呢啦？一乜嘅？阿爸唔講一乜嘅？樹棍呢？棍呢，唔好整啦，看到冇？看到冇？拉起來，拉起來，還要下。还要下，先揉一下，这样子才会把它固定。来，你先生，跳到以后，我挨了以后，唔系，唔算啊。讲法哦，啊，唔简单。有样啊，我呀，太不容易。当面点样哦？面点点睇嘛，面点做动作动爽快啊！哎，我都面点点。师傅尿起来嘞。哎，难看，见尾听系出来福星罗汉嘛。系咩？当然了，好得要你吧，真做得好多行街道嘅五合法，先嘅一句烟雾下，就系希望客家话就做得安样传承下去。真然吼，老师傅嘅书叫行夹哦，一年末阿忠哥就对两叉村切扁笋，到前面爱两步笋嚟啦，分完成了。海卷健康建筑衣有一只神秘的工期，得啦，冇唔错，一题目落嚟，又系为爱好嘅五合花起码计咯。你啊房间啊，看有脏冇脏，连表我都睇啊。你唔系看楼盘哩？咩夹个角度哦？那个脚要脏，我冇脏时，跪下榻榻米做个飞脚，也系乜嘅东西？一、二、三。哦，讲啥？冲啊！冲啊！冲！你看，我按几把青菜放到那里。冇咯，一个按清楚，一个上细细嘢都晓得呢。要唔当讲啥？再来讲。乡下的啊，客家话喏。面好咪也按简单呐，冇唔晓得的呀。一个就要扛棒咩哈？啊，卡出来哦。好。一、二。抄抄，对，答对了，抄，我检查，嗯，是抄，不晓得你要拍卡，你那不要，你跟你们能要那么？再来国语，大强，来，讲下吧，抄，下，抄，唔会抄哦，叫讲文章啊，有啦，眼睛看不好啦，讲几多？抄，下，抄，下，哎，冇闭口哦。错错恰恰哎恰来开刀错恰哎哎有错没？对的，我有表情，我有表错错恰哎有错没？来问题哟，爱唱家么呢？咩阿忠哥？哎呦，我小妈呀，我小妈个呀，你唔可能，咩阿忠唔可能，系冇连得错过，连错都飞，咩？香包哦，没啊，你好啊，独眼龙，独眼龙用的，没有，问题也充电的呀，也喺工具里面咯，主要也喺用处系乜嘅，你做咩看，来当问题，这样动啊爽，动啊爽来，好，拉起，压缩的哦，缩的，没用嘞，没用嘞，缩的没用嘞。咩不挡的，你阿叔冇人啊！你咩钱啊？你 QQ 的，可能阿表讲十八啊嘛？你讲枪枪，从阿几都交代的，
阿爸来请我们吃牛排。好了好了，哎，恭喜啊！呀，阿伯就讲讲啊，阿忠哥就讲，讲谈无相干啦。呀，主要用喺药了嘛哈。帮闲。阿忠哥。帮闲啦。呀，唔免养帮闲，养马啦。帮闲。唔掂哦，预备位啊吼，米浓有米浓强。没有你，你有没有你强？没有你，有没有你强？但是没有你，你但是讲棒啊，棒起来，棒起，棒得是的，唔讲棒，也唔好整。地上恭喜海军，第二关成功好多千米之巅的山鸡，然后榻榻米又关心的五号吧，国茶、茄子、棒咸，各位观众朋友又好威猛啊！看阿忠哥讲吼，榻榻米伊全身湿气啊，但他伫头昏就用四五个伫个做哦，不过背面又胖长高黑哇，榻榻米嘅行业都进来进没落嘅。规则没有你吼，枪存到伊一件伫个做天天，伊讲吼有人爱用，伊就会建造下去。哎呦，还感动哦！清明一站，礼拜老海军，我去请教一位高手，问安你吼做得很卡了解，见面好多个五号吧。第二位陈云英太师，伊翕相翕了五十六年，安你吼就来请教先生，用诶用相片来好五号吧了。陈先生，哎，我有拿多年名片呢。哦，年名片啊，一看那去啊，好不好？妙丽艳，眼镜，一样下飞。阿哥，嘿，要买啥东西？阿哥哦，你新年的搞的照相机咩？嘿咩？没照相翕相。要买个哪？45年。哈哈，变阿六。我冲嘞。六千多嘞，六千多，多要45年嘞，50年前拿东西呢。所以一个系唔系玩具哦，一个系当时专业作品哦，专业咩哦。哎呦，就讲诶，我新年嘅年底事呢。我讲系有成就嘅吼，亚东还说做东西出来是靠摇台底气。我过一条诶相片一条图片。哎，对。就靠它了。你看。你出国？也跟木工有关。你们那多十年工，你什么都不用呀，大伟。老友。哦。搬好。哦。来，叫你翕相。啊？好。哎呦，人家的树木安全，卡生意得位啦。伊阿爹哇是个欣赏的宝贝呢，连安防都放个带片啊，嘛个机器都有啦。唐先生讲吼，按多年来，伊翕的千模一万古种的相片，唔过吼，各种相片都会发挥家嘅用途，伫怎么有翕相嘅意义啊？先生提供海军二六号五号吧，就用其千模翕嘅生态相片来聊大家分享啦。奇怪咧，也看伊种疏光的样，也无嘛个东西呀嘛。疏光的嘛，迄生态呀，匆忙看一个。没按看，没种疏光。你冇讲讲疏光诶。哎，我跟你讲，竹节虫啦。哦。哈巴讲了，哈巴当有礼貌，哎，什么豆腐果，什么阿果，这啥意思呢？我按过一个蚯蚓。嗯。蚯蚓有什么意思呢？嗯。哈巴唔明，讲仙果，什么阿果？哦，一个哈马果，一个哈马果。有四季的呢，哦，哈喽哟。哦。呀。啊，一个。什么阿婆呢？当有意思呢。阿哥、阿公、阿婆、阿婆，也唔咩生态吧？哈哈哈哈哈！也系啲，你跟阿人说做一个嘛？嗯，做妈妈。讲乳房是哦，有那那房间，客家闽南讲讲那有那那阿姑，阿哥也有咧，阿公也有，阿婆嘛咧，阿姑也有咧。阿姑咧哦。哦，原来做个阿娘。客家人敬天谢物，伊早期喺啲山乡吼，老太师爷孝顺，就会用爱心、生活习惯，老一条通吃物安命诶。嘅词面就会用公、哥、姑、婆、姑、妈，系有敬畏嘅意思，没有性别嘅形象之分。比方讲，屁公、耳公、巴掌妈、脚尖姑，公要出起来特别阳刚嘅形象。嘛，就系内向、无爱了解及包容嘅意思，系咪当神仙咯？前面先生特别用海军几位熟悉度嘅五下巴来老太家分享哦。卖主嘅人，老作主嘅人，你看，看下表情，
伊天天做做出来，种的某一本米，哦，某一本米啊，都下足了三四点钟啊，拉完大便，快强，刚刚开始抓哦，斤斤计较，斤斤计较，也有嘛啦，要来拍卖的哈，来讲的哈，嗯，有接罪啊，落啊，拍，我想讲，主角杀，主角杀，都个米煮的家。主要用双马尾，下蛮多，也追出来，听没啊？对，太阳花蛮光的，唔出接落去啊！哦，哎呦，现学现卖。呀呀，要到 LP 安台了，还看到我变黑，变黑还是糖果唔会差啦。你话我，哎，看偏人看到眼台了，眼冇安台了，看到我。我耶多，我不耶多意思，很快哦。哎呦，快点！我发现就错嘅，我可能我变黑，我爱了解了解了解，有理哦，哦，哎，有理哦，有理有理是有，哎，有理啊。我叫上出主管棍啦，没啊，主管让我有骨头。我们我叫，哦，那你看就理解。告诉我呀，冇东西，你又叫我来嘛？哦，加黑啦，加黑啦，佮唔会检查啦。呀，干嘛个？无良片啦！你爸一刀片都无良片。啊，也蛮好咯。因为每翕一翕总有两翕啦。有有有，无可能啊，有东西啊。主爷位你不要提啦哈。哦。要不要中午伢来时间就是嘞？主爷位。主爷位。第二道东西哦，虽然老要长得很胎呢，哎，但你买总有动腔，你可能爱滚到细细，夹到后背。亚洲的无良片哦，跟一个胰脏啊，跟喉咙发出讲的腰刺来，腰翘了。他搞法里面讲都讲无良片呢，可能你还没有，还没吃糖果，你看，看没有？好了，今天你咧，俺咧你我下午下班咧，海军咧体验个好多青岛啊，今天你听到来吧，哦，好多一个主力就是主山嘛，耶呀，我叫咩？主木克。竹木鸡，以前用过木鸡，还有嘛？猪血，好，猪血做我们的指甲盖的反毒线咯，哈，对呀，你耶，唔好啊，爱讲竹木呢，那么就用讲竹粉，嗯，还有个呢？哦，要苗栗鸡有名，一个哦，普通青红色的，萝卜钱，青红色，哦，一样的，一个拌料诶。一个呢，就系做安尼嘅日本嘅榻榻米，一凉嘅，有蒸过冇？哈，有咯，国茶，哎呀，榻榻米吼，棉纺嘅，恰嘅，恰嘅，恰嘅，有人讲错，错恰，有人讲恰嘅，恰嘅，啊，没有闭口哦，知冇？嗯，有啊，绑痕，也唔会吼，碎掉，松脱，呀，以前，碎脱，以前，嗯，那我有。绑索的，唔免绑索的，吹卡痕的。哦，吹卡痕的。哦，以前有人讲吹卡痕的，以前是讲啊，绑痕较多啦，用绑的，去绑的。但是有人咪讲啊，佮吹卡痕的喂，咪有人讲。恭喜海军，吉比顺利获得自天的百级五合法完成任务，并感谢吉比雷爸带领大家对日双胜法，韩国就会设场的三亚地方传承老知识，保留五合法，也就是进行一季任务下的核心任务哦。任务下好五合法，下礼拜见哟，拜拜。